大红啊，你昨天不是叫我吃饭吗？哦，对啊，现在都7点过了。我操！我忘了。我操！忘了。等一下，我看天还亮着呢。我操！等一下，别人说大红昨天不是说叫我们吃饭，怎么7点过还没有？没有，地方空旷的。主要是看着天还是亮着的，咱这真不是故意的。我解释一下，我们刚刚找房走了一圈，在这里聊天没有注意啊。走吧，走。走，喊人家吃饭去，走，请人家吃饭去。走。糊涂了，真。吃啥呀？吃啥？吃什么？你说。我火锅也吃了，那个家常菜也吃了。那还有什么呀？还有海鲜。嗯。还有海鲜。今天要狠狠的宰大红一顿，啊！准备多少预算？准备多少预算？上不封顶。不封顶吗？不封顶，吃个3000块的。上不封顶。上次淼哥说的是4位数起。嗯，我今天预算的也是4位数起步嘛。啊，4位数到5位数之间吧。对。行。澳龙吗？啊，先点一盘澳龙。澳龙，有澳龙。哎呦，我的。有海鲜，我赶紧去买机票去吧。我买机票，我跑出去了。没有那个大闸蟹，哦，不是那个叫，那个叫帝王蟹好吃吧？帝王蟹好吃。啊，买机票跑路了。先点2盘，大红跑了。帝王蟹见到什么？随便提。人影吃不到了。4位至5位，澳龙吃不起吗？帝王蟹吃不起吗？对不对？预算有的，没事儿。啊。那我还是来一个最初的那一种啊，每一次吃饭都要碰一下杯，对不对？碰一下杯啊。首先感谢大红，对不对？不，来坐下来的兄弟们都把举起手中的饮料，好吧，以及那个八加一。来，耶，小鱼你坐过来呀。小鱼过来，小鱼。小鱼。啊。饮料拿瓶过来。给他拿瓶，那个汽水叫啥？没有，这里没有。龙爷坐在我旁边的龙爷，打声招呼，龙爷。大家好。嗯，好。大红，我从6点就俊杰，对，都是老熟人了啊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上其他兄弟看一下，来一块碰一个，来一块碰一个。这一次是感谢大红了啊！你要感谢大红，感谢白万龙，感谢白万龙，也感谢这个网络，对，也感谢。感谢西瓜视频，好，希望大家越来越好。对，感谢。好，来，你们的酒拿一下，这个拿一下。好，吃好了啊，现在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了啊。吃好了，我们去看电视了吗？去吧，直接看电视，好吧，走了。看电视去了。刚刚已经说好了啊，吃完饭就到他房间里面去聊聊天，看看电视啊。好久我都没看电视了。你有多久没看电视了吗？长时间了。大概。啊，我至少有半年没看电视了。半年啊？那你比我时间短。你有多长时间没看电视？已经记不住了，已经忘记了。今天晚上我们看通宵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晚上看通宵的电视。好，打不了，就拍到这里啊，拜拜。